凡是过往皆为序曲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数据记录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画面的这样一个时间哈，仅用时了30分钟。我们现在从11月1日到11月11日的。市场扎根，阿里巴巴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。不论是在天猫、淘宝上开店啊、刚才有这个媒体提醒我，能不能把聚焦放到一个省份上？那我们把这个聚焦放到贵州省。阿里云计算能力的体现，也是中国经济活力的体现。我们继续来回到刚才的这样一个大屏幕上。特地去囤货我不会的，就是我需要什么我就平时买，然后双十一我也买了一些东西，就是一些平常用的穿的呀或鞋子什么的，但是因为正好我需要，所以就买了一点，但是没有囤货。这两年比较明显，之前的时候会有囤货的这种情况出现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样子也很烦呀，因为家里放一堆东西啊，所以这两年开始就不这样子去买了。可能会更偏向于囤货吧，也买了手机之类的，毕竟比较划算嘛。毕竟更多的话会想要去存一些钱，不会花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。快乐的天猫双十一，这2年来万文件变成酷炫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各位来到2020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季记录之夜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